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举起手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，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，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，把它化为赞美之泉。让我们张开口，向永生之主称谢，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。是的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当尊崇他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要赞美他。这时，儿童诗班要为我们献上一首英文的诗歌《This Is the Day》。This is the day. Let us praise His name. This is the day.
路亚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君王，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。我们每个星期来到神的殿中，正因为主耶稣带给我们盼望，更新了我们的生命。这时候请众立，让我们带着庄重敬畏的心站在神的面前，他喜悦我们谨守安息日，一起来上主在他圣殿中。上主定在他的圣殿中，上主定在他的圣殿中，万国的人当肃静，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，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。啊，是的，这个星期是教会历代以来的安息日，受难周。在这个星期里面，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受难受死。因着主耶稣胜过死亡，所以我们世界得以更新。就像罗马书这里第五章记载着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让我们一起来称颂我们的主，因为他配得，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。荣耀归于真神，他成就大事，为爱世人生子，赐下独生子，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，永生门已打开，人人可进来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听主声音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进来接住耶稣，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，赎罪完全救恩，主宝血大功，凡信者的永生，神应许世人，只要我主罪人真心接纳主，以尽心靠耶稣，必蒙他赦免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听主声音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进来接住耶稣，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，荣耀归于真神，他成就大事，借圣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，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，将来的见主面何等大恩宠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听主声音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进来接住耶稣，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他。
主。Amen。 大家请坐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如羊走迷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竟然为我们死，奇异的爱怎能如此。让我们来思想这首诗歌。的爱何能如此，
主。